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توب إلي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 فلا هادي له، وأ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أ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أفضل الصلاة وأتم التسليم على خير خلق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حق تقاته ولا تموتن إلا وأنتم مسلمون. يا أيها الناس اتقوا ربكم الذي خلقكم من نفس واحدة وخلق منها زوجها وبث منهما رجالا كثيرا ونساء، واتقوا الله الذي تساءلون به والأرحام، إن الله كان عليكم رقيبا.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اتقوا الله وقولوا قولا سديدا، ومن يطع الله ورسوله فقد فاز فوزا عظيما. عن تميم الداري رضي الله عنه قال: قال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الدين نصيحة، الدين نصيحة، الدين نصيحة. قلنا: لمن يا رسول الله؟ قال: لله ولكتابه ولرسوله ولأئمة المسلمين وعامته.各位穆斯林兄弟姐妹，在人类天性的理智所接受和推崇的诸多美德当中，有这样一种美德是世人所向的、所推崇的，那么它就是忠诚。在伊斯兰当中，安拉的使者（算得拉尔·森兰）曾经把忠诚当作了衡量一个人教名的标准，曾经把忠诚提升到表现一个人教名的标准。而这样的忠诚在伊斯兰当中不同于人们世俗当中或者历史中所导扬的、所推崇的不知所谓的愚忠，更不是不辨黑白、不分是非的盲目的忠诚。伊斯兰的忠诚，它首先建立于对信仰的升华、信仰的建设，其次建立于自我行为的完善和对穆斯林集体、对整个穆斯林社会的贡献。那么在这一段事情当中，阿拉的使者孙道旺的分人明确地告诉我们忠诚是什么。首先，阿拉的使者孙道旺的分人说道：安迪伦纳碎哈，安迪伦纳碎哈，安迪伦纳碎哈。阿拉的使者孙道旺的分人说：教门即是忠诚，教门即是忠诚，教门即是忠诚。当阿拉的使者孙道拉的这么连说完三次以后，圣门弟子们感到诧异、感到疑惑，随即问了阿拉的使者，问了你们亚拉苏道拉，说圣门弟子们说：主的使者啊，忠于谁？那么既然阿拉的使者孙道拉的圣人把教门看作是忠诚，把教门等同于忠诚，那么每一个对自己教门负责的穆斯林都不禁要发问：忠诚忠于谁呢？怎样忠呢？阿拉的使者孙道拉的跟他说道：说林拉瓦里基塔比瓦里拉苏里瓦里阿因纳提穆斯林瓦阿纳提。
安拉的使者苏拉拉和他们说，忠于安拉，忠于安拉的经典，忠于安拉的使者，忠于穆斯林的领袖，忠于穆斯林大众，五个竞争表现出穆斯林的信仰，五个竞争表现出穆斯林的人格，五个竞争表现出穆斯林的教门。那么首先忠于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那么如果穆斯林弟子们曾经为安拉的使者，当安拉的使者说完教门即是竞争，圣门弟子们出于对自己的教门的关心和重视，问安拉的使者说，忠于谁主的使者，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发问，怎样忠于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怎样忠于安拉的经典，怎样忠于安拉的使者，怎样忠于穆斯林大众的领袖，怎样忠于穆斯林大众。那么这样的忠诚，安拉的使者苏拉拉和苏拉所把他比作等同于教门的忠诚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人啊忠于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或者为安拉尽忠，为安拉尽忠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为安拉尽忠表现在对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独一的信仰，对安拉对独一安拉的信仰，对真主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独一应该受到人们的崇拜，真主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独一的应该得到人们的托靠仰赖，和真主的尊名和属性的依照古兰经顺的和撒哈德们的理解来信仰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这是首要的忠于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首要的第一点，心中对真主苏巴哈纳瓦塔阿拉有按照出自古兰经顺的和撒哈德圣门弟子们的理解来信仰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因为只有古兰经才能够真正的告诉人们怎样信仰安拉，只有安拉的使者苏拉拉和苏拉才真正的知道如何信仰安拉才是最正确的，只有圣门弟子们才最了解怎样信仰安拉才是最切听的。所以说对安拉斯巴哈纳瓦塔阿拉的信仰，不论是如何崇拜安拉，如何仰赖安拉斯巴哈纳瓦塔阿拉，对安拉诸多的尊名和属性的信仰，都应当依照古兰经顺的和撒哈德们的理解。对安拉忠于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第二点，表现于在崇拜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时候，以戒律于或者说以安拉赫拉斯以虔诚的心崇拜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在崇拜安拉的过程当中以虔诚忠贞的心崇拜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那么在跟崇拜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怎样可以虔诚呢？怎样算作忠贞的虔诚的崇拜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所以说正如我们大家所知，穆斯林的信仰建立于两个层面，有两只翅膀，缺一穆斯林的信仰都不可能伸向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那么其一就是对真主苏巴哈纳瓦塔阿拉良好的希望，渴望真主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慈悯；其二就是对真主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敬畏和恐惧，那么两者缺一不可。所以说在崇拜安拉的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途径过程当中，这一点也尤为重要。在崇拜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途径当中或者行为当中，首先穆斯林忠于安拉，在崇拜安拉的过程当中应该立足于对安拉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热爱，应该以热爱和感谢安拉作为崇拜安拉的基石，作为崇拜安拉的起点，而应当以对安拉的希望和恐惧、害怕、敬畏作为崇拜安拉的两只翅膀，使功修能够被真主苏巴哈纳瓦塔阿拉接受。所以说学者们说，穆斯林崇拜安拉他的立足的起点是对真主苏巴哈纳瓦塔阿拉的热爱和感谢感激，他的两翼就是对真主的希望和对真主的敬畏。那么这个原则
出自古兰经，大家非常熟知的古兰经发提哈当中，发提哈前面两三节说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مالك يوم الدين。 那么这三节古兰经告诉我们的，就崇拜阿拉斯巴哈诺塔拉应该以怎样的敬仰，怎样的状态去崇拜阿拉斯巴哈诺塔拉。首先第一点，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赞美归于安拉，众世界的原主。这一节古兰经可以激起每一个信仰安拉的穆斯林，可以激起每一个崇拜安拉的穆斯林对伟大安拉的感谢和热爱。当你站起来礼拜，当你打开古兰经，当你诵读阿尔哈姆林拉希瓦比拉阿拉米的时候，能够激起你心中最造物主的感谢和热爱。那么有了这样的心态，其次阿尔哈曼尼尔哈伊普慈特慈的主宰再来告诉你，在通过阿尔哈曼尼尔哈伊，当你知道阿拉斯巴哈瓦特的普慈特慈之后，再来激起你心中对真主慈悯的渴望。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信仰的希望，麦利提尤明定掌管报应日的主。那么这节古兰经让你想到报应日的恐惧，让你想到阿拉斯巴哈瓦特惩罚的严厉，激起你心中对阿拉斯巴哈瓦特的敬畏。然后是伊亚克纳布杜瓦伊亚克纳斯坦伊，我们只崇拜你，只向你祈求救助。所以说忠于阿拉斯巴哈瓦特的他的第二点，以热爱安拉感谢安拉的心态，以敬畏安拉和喜悦以希望安拉作为两翼，作为两只翅膀来奔向安拉斯巴哈诺塔的。那么这是对安拉斯巴哈诺塔的敬忠的第二个方面。对安拉斯巴哈诺塔的敬忠的第三个方面，安拉耶鲁巴马斯耶德拉阿斯瓦尼哈巴发阿德曼达阿拉瓦拉苏拉胡。对阿拉斯巴哈诺塔的敬忠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这是对罪恶、对犯罪者的罪恶充满着仇视，充满着憎恨。大家请注意，不是对犯罪者充满着憎恨，而是对犯罪者的罪恶充满着憎恨和憎恶。对于犯罪的人们，有信仰的人们应该为阿拉斯巴哈诺塔拉而去劝诫他们，而去提醒他们，而对他的罪恶，大家应该心中充满着仇恨和憎恶。那么，这位先知说的拉尔的哈迪斯当中说：“阿弗瓦尔阿曼，恩达拉，尔布古鲁比拉，尔哈布比拉，瓦尔布古鲁比拉。”阿拉的使者说的拉尔斯那么说，在阿拉看来，最高贵的功修之一，最高贵的善功之一，莫过于为安拉而恨，为安拉而爱，为安拉斯巴哈诺塔拉而恨。那么忠于安拉，就安拉喜欢什么我们就喜欢什么，安拉不喜欢什么憎恶什么我们就憎恶什么。这是忠于安拉斯巴哈诺塔拉的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也是今天我们非常关注或者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反省的一个方面，作为今天的每一个穆斯林应该从这一点当中得到自己真正的启发和教育。那么这一点出自阿拉斯巴哈诺塔拉的古兰经苏拉特塔尔巴第九章忏悔章第九十一节当中，伟大阿拉斯巴哈诺塔拉说阿乌布拉希米纳什塔尔拉吉ليس على الضعفاء ولا على المرضى ولا على الذين لا يجدون ما ينفقون حرج إذا نصحوا لله ورسوله ما على المحسنين من سبيل والله غفور رحيم。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说对于那些弱者软弱者生病者和无名无力为主道出征的人们，他们是无罪的。那么以什么为条件呢？就当他们这些人，他们面对教门的召唤，面对古兰经的召唤，面对安拉的使者的召唤，他们无能力为主道为安拉斯巴哈诺塔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时候，他们是无罪的。那么是无条件吗？请听古兰经的下半段，安拉斯巴哈诺塔拉说：“伊拉纳沙哈里拉瓦拉苏林。”
如果他们忠于安拉和使者，那么这一节古兰经的降世背景是当时圣门弟子们拉德拉瓦安的后当得到安拉的使者索拉拉的这个对圣战的召唤，他们当中有弱者无能出征，他们当中有生病的人无能出征，他们当中有因为没有战马因为没有武器而无法出征的人，那么安拉说这些人他们无罪者。那么以什么为条件呢？一个那时候领的我的树立，但如果他们忠于安拉算斯巴哈的啥的和安拉的使者算安拉的圣人，那么怎样忠于呢？即这些人当他们听到古兰经的召唤，当他们听到圣人的召唤，当他们看到教门的需要，他们心中充满了热情，他们心中充满了渴望，愿意为安拉斯巴哈的而付出，愿意为安拉斯巴哈诺的教门而承担起责任，愿意为安拉斯巴哈诺的教门而付出自己的一片热情的时候，他们无能为力。当他们看自己的现实的时候，他们无能为安拉的使者做什么，他们无能为安拉斯巴哈诺的教门做什么，然后他们心中却充满了真诚的渴望和期望。这样的人就是对，如果他们忠于安拉和使者，那么在今天当我们面对教门的衰弱，当我们面对教门的召唤，当我们面对古兰经圣人的召唤，如果我们无能做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呢？如果我们做不了，不能为安拉斯巴哈诺的教门做什么，那么假如我们连最低限度的最基本的最低层次的信仰，连内心的忠于安拉和使者都没有的话，那么如何脱离安拉斯巴哈诺的责任呢？安拉斯巴哈诺说的是，如果他们忠于安拉和使者，那么如果今天当教门需要我们，而我们满腔热血满心虔诚愿意为教门付出，然而现实使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样热情的心，安拉斯巴哈诺将不再责难我们。紧接着古兰经后半段说马阿拉穆斯林的穆斯林，说对于那些行善的人们是不受非难的，也就是说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为教门做什么，然而你心中却充满了真诚的渴望。正如古兰经当中描述圣门弟子说，当那些无能为力的无能自我装备的人，当他们要出渴望与你一起去进行圣战的时候，一起进行出征的时候，当他们来到你面前希望你要求你装备他们的时候，你对他们说我也无能装备你们，他们转身离去也都流着泪水。那么他们虽然无能为安拉斯帕拉在那做什么，然而他们心中却真情的渴望。我拉胡和富的罗黑阿拉斯帕拉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说，真主是至恕至慈的，说真主饶恕这些无能为力而内心忠贞的人们，同时给予他们慈悯。那么这是最近忠于安拉斯帕拉他的忠于安拉斯帕拉他的第三点。而哈迪斯当中第二个忠诚接着说了拉姆斯那么说，我的基督徒尽忠忠于安拉的经典。那么我们同样要自问如何忠于安拉的经典，怎样做才算忠于安拉斯巴哈诺带来的经典古兰经。那么首先第一点，安拉亚提高比安拉的古兰古尔阿夫曼拉夫曼瓦霍克曼，首先作为穆斯林必须忠贞坚定不移地相信古兰经从文字跟它的所引申的律令它的法令是最优越的，就没有任何著作没有任何对人类的指导可以超越古兰经。首先穆斯林必须有这样的信念，即坚信古兰经它的文字跟它的内容它所包含的对人类的指导是最优越最高贵的。人类在面对古兰经面前往往不外乎四种人，第一种他们自认为自我聪明，
自欺欺人，他们觉得妄想某一部著作或者某一种指导或者某一篇文章音乐于古兰经，他们自己以为自作聪明，觉得古兰经已经被淘汰，古兰经是落伍的，而舍弃古兰经选择其他的旁门左道。那么这样的人他的信仰是枯骨，即使他忍在礼拜忍在宗教，如果他觉得古兰经不如某一本书某一项指导，那么他的信仰已经丧失。第二类人，他面对古兰经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认为古兰经跟其他的书籍、其他的典籍或者其他的文献可以相提并论，可以并驾齐驱。这个时候他选择了古兰经之外的作为判断，这样的人他的信仰也是枯骨。那么第三种人，他信仰古兰经确实最高贵最完美的，然而在现实的选择当中基于私欲的引诱，离现实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等等，他不得不舍弃了古兰经，而选择古兰经之外的事物作为人生的标准。那么这种人他们称作巴西棍巴黎梦，放肆作恶自欺欺人的人。那么第三种人在古兰经上描述说，فَمَنْ لَمْ يَحْكُمْ بِمَا أَنْزَلَ اللَّهِ فَأُولَٰئِكَ هُمُ الْكَافِرُونَ فَمَنْ لَمْ يَحْكُمْ بِمَا أَنْزَلَ اللَّهِ فَأُولَٰئِكَ هُمُ الْفَاسِقُونَ فَمَنْ لَمْ يَحْكُمْ بِمَا أَنْزَلَ اللَّهِ فَأُولَٰئِكَ هُمُ الظَّالِمُونَ 三节古兰经的结尾，阿拉斯巴哈诺特拉说，谁不依真主所降世的经典作为判决，谁是不信道的人，谁不依真主所降世的经典作为判决，谁是不义的人，谁不依真主所降世的经典作为判决，谁是放肆作恶的。那么真正的穆斯林只有一种，他们相信古兰经至高无上，他们相信古兰经的法律是最完美的，他们的人生以古兰经作为指导，他们的信仰因为诵读古兰经而增加，他们因为诵读古兰经而害怕阿拉斯巴哈诺特拉，他们的人生因为学习古兰经而端正，这样的人才是穆斯林。所以说正如阿拉的使者索拉拉和塞勒门被问及什么样的人才是为主道而奋斗的时候，阿拉的使者说，من قاتل في سبيل الله لتكون كلمة الله العليا فهو في سبيل الله。阿拉的使者索拉拉和塞勒门当被问及主的使者，有人因为表现勇猛而战争，有人因为仇恨而战争，什么样的人是为主道奋斗呢？阿拉的使者说，谁为了使安拉的言辞成为至高无上的，那么他就是为主道而奋斗。那么这是第一点，忠于安拉斯巴哈纳的古兰经。忠于安拉斯巴哈纳的古兰经第二点，以古兰经严格的不折不扣的遵循古兰经的命令，彻底的杜绝和避免古兰经当中所禁止的事物。那么也就是前面所说，以古兰经作为人生的标准，作为对错的标尺，作为是非的判断标准。那么对忠于安拉斯巴哈诺的经典的第三方面表现得怎么样呢？那么这一点也同样是今天对我们来讲，对于今天的穆斯林来讲非常具有学习价值的。就今天的穆斯林在这一方面或者在这一个领域当中，很多很多方面都偏离了古兰经的指导。那么第三点，如何忠于古兰经，即挖掘古兰经的意义，通过对古兰经意义的挖掘学习和领悟来遵循古兰经。那么在学者们通过对古兰经的学习之后得出的结论说，古兰经整部古兰经从苏拉特的拜提哈一直到苏拉特的纳斯，它所向人类传达的就是三件事情。拉拉比阿拉哈，其实说没有第四件，不论你找出任何一张古兰经，不论古兰经以禁止、命令、叙事等等的方式出现，它所要传达的
只是三件事情。第一，投黑德拉印度推的信仰。第二，而这个伊斯兰法律。第三，而阿赫拉法古兰经的美德，穆斯林的美德。所以如果大家打开古兰经任何一页，古兰经不外乎这三个内容，要么是偷黑认主独一，要么是阿赫拉法伊斯兰法律，要么是阿赫拉法穆斯林的伊斯兰的道德。那么这样做，古兰经如此传达如此的内容，要告诉人们什么呢？告诉人们穆斯林应该自我的提高，应该是由内心信仰的建设，内心投黑的认主独一信仰的建设，行为当中通过伊斯兰法律的规范和不断的通过伊斯兰道德自我提高来实践对古兰经的忠诚。大家请注意，穆斯林忠于古兰经，古兰经如此的内容告诉人们的，穆斯林忠于古兰经应当于内心偷黑的认主独一信仰的建设，行为当中通过伊斯兰法律的规范，再三通过伊斯兰道德的升华提升，使人真正的达到忠于安拉苏巴哈的境界。那么这一点，正如阿里小圣开罗比安拉凡的话，当有人问他说安拉的使者的道德是怎样的，就你为我们描述一下安拉的使者的道德。那么如果大家试想，阿里小圣开罗比安拉凡的话将以怎样的长篇大论来描述安拉的使者道德呢？就安拉的使者道德，安拉的使者什么那么道德，如果用长篇大论来描述，可能需要很多很多浩繁的书籍。然而阿里舍圣塔罗在拉凡里还做出了智慧的回答，短短的两个字两个词，安拉的使者什么那么道德尽显其中。阿里舍圣塔说我看了呼噜呼噜古鲁安，说安拉的使者说那拉夫森的道德就是古兰经。那么从这一点呢，告诉穆斯林们，忠于安拉的使者，忠于安拉斯巴哈纳的古兰经，它所表现的方面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那么第四点，忠于安拉斯巴哈纳带来的经典表现的什么呢？如果我们上面学习了三点，已经知道如何信仰古兰经最为高贵最为完善，是人类最高贵不可缺的法典，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古兰经当中的禁命令和禁止是穆斯林必须所遵行的，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古兰经的三个内容是对穆斯林真正忠于安拉斯巴哈纳德的规范，那么第四点忠于安拉的经典，第四点要的是阿德布安吉塔宾拉，捍卫安拉斯巴哈纳德的古兰经。就当你听到有人在歪曲安拉斯巴哈纳的古兰经，当你看到有人在违背安拉的斯巴哈纳古兰经的时候，你应当勇敢地站起来。听不谢之僧的浪的僧们说能让阿明库能可让在一位一路别的把一人民斯达达他的高于他的路三路我一人民斯达达他的高于的我那里可阿拉夫伊曼。安拉的使者僧的浪的僧们说，当你们当中有人看到罪恶，那么他应当用手制止他，如果他做不到，那么用口舌去劝诫他，如果他再做不到，那么他应当用心去赠送他，这是最薄弱的信仰。所以当我们已经知道古兰经是如此的要求我们，但我们在前面的三件事物当中忠于安拉斯巴哈的古兰经，那么第四件是真正表现我们信仰的地方，而外观去代表了捍卫安拉斯巴哈的经典，不允许任何人践踏、篡改和侮辱古兰经或者违抗古兰经。那么这也就是阿拉的说圣诞那里的哈迪斯当中说من قاتل لتكون كلمة الله العليا فهو في سبيل الله，这也正是阿拉的说圣诞那里的说的，谁为了使阿拉的言辞成为至高无上而奋斗，那么他就是为主道而奋斗。安拉的使者说拉拉在这个哈迪斯当中提到了第三个忠诚，我立了苏里你说拉拉瓦里我说拉
的忠诚在今天表现得尤为重要。热爱先知说那那话的圣人，遵循先知说那那话的和圣人们的圣人。中央那的诗歌，首先第一点表现在跟古兰经相对或者跟古兰经相辅相成的一个内容，阿里亚提告诉比安娜圣人在乎阿弗多的圣人，我是路客户阿弗多的思路。那么这段话说的什么呢？终于安拉的使者算到浪漫上，在今天表现在对穆斯林信仰，把安拉的使者算到浪漫的穆斯林心中内心当中应该接近的相信，接近不疑的相信安拉的使者算到浪漫的圣人的圣人，他的人生是最完美最高尚的人生，他的圣人是最高贵的，他的圣人超过优越过任何人的行为，因为他是安拉的使者算到浪漫的圣人。那么古兰经当中有这样一些古兰经，他巴拉克勒的别的那么路过话的昆仑山应该有الذي خلق الموت والحياة ليبلوكم أيكم أحسن عملا. 这一句话说 الذي خلق الموت والحياة ليبلوكم أيكم أحسن عملا. 说 Allah 那一个主宰，他创造了死和生，以便考验你们当中谁的功修最优美，谁的工作最优美。那么大圣门弟子伊布兰巴斯的叫浪漫注释解古兰经的时候说，他说这些古兰经指的就是考验人们当中谁的工作最吻合安拉的使者的圣人，因为伊斯兰当中只有安拉的使者的工作最优美，安拉斯帕诺他的最喜欢。我们说穆斯林从古到今有谁的信仰可以跟安拉的使者相媲美吗？有谁的功修可以跟安拉的使者相媲美吗？所以说相信安拉的使者算到拉法斯拉的孙呢，他优越过其他任何人的也许。那么这是首先忠于安拉的使者算到拉法斯拉的第一点，忠于安拉的使者算到拉法斯拉的第二点，这孙呢的第二点，忠于安拉的使者这第二点表现在努斯拉图孙呢的我拉姆比安努的我一直那不安那里。那么安拉的使者算到浪漫的圣人，在今天我们穆斯林忠于他，对安拉的使者忠诚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通过对圣人的学习和遵循，都通过对安拉的使者的算到浪漫的命令的遵循和境界的阅历来约束安拉的使者算到浪漫的圣人。那么这是古兰经说وما آتاكم الرسول فخذوه وما نهاكم عنه فانتهوا. 说安拉的使者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当谨遵；安拉的使者所禁止你们的，你们当远离，你们当戒除。那么捍卫安拉的使者，曾经在圣门，曾经在圣门弟子时代，在安拉的使者在世时代，圣门弟子们对安拉的使者的捍卫，曾经有这样的圣门弟子。当他被麦加的多神教徒俘虏之后，多神教徒为了杀一儆百，警戒继续加入伊斯兰的穆斯林们，对这个圣门弟子进行公开的处决，凌迟处死。然后他们在处决这位圣门弟子，当刀一刀一刀的割下那个圣门弟子的时候，他们无耻的向圣门弟子们，这位圣门弟子问道说，只要你愿意说一句辱骂安拉的使者、辱骂穆罕默德的话，我们就放了你。这位圣门弟子说道说，我宁愿死一千次，我宁愿我死去，我的妻儿死去，我都不愿意让穆罕默德遭受一根刺的伤害。那么在安拉的使者算到拉法斯拉远去的今天，穆斯林如何约束安拉的使者算到拉法斯拉？曾经哈桑阿里哈森伊布努巴塞尔，当他来到麦地那的时候，当他看到圣寺里面的安拉的使者算到拉法斯拉的演讲台的时候，他流下泪水。他说因为安拉的使者算到拉法斯拉曾经有一个演讲台，大家知道当安拉的使者圣门弟子们为安拉的使者修建了或者搭建一个新的演讲台之后，安拉的使者就把那个旧的用枣树干搭起的演讲台放到了一边，
让那个演讲台当被放到一边之后，他就发出像婴儿般的哭泣，因为离开了安拉的使者尊贵的身体。但哈桑波索尔来到麦地那看到这个演讲台的，他说：人们啊，你们也就是早熟干的不如，他们太离别了安拉的使者都会哭泣，而你们却不知道怀念安拉的使者什么慢慢的什么。所以这个古兰经说，وَمَا مُحَمَّدٌ إِلَّا رَسُولٌ قَدْ خَلَتْ مِنْ قَبْلِهِ الرُّسُلُ أَفَإِنْ مَاتَ أَوْ قُتِلَ انقَلَبْتُمْ عَلَىٰ أَعْقَابِكُمْ وَمَنْ يَنْقَلِبْ عَلَىٰ عَقِبَيْهِ فَلَنْ يَضُرَّ اللَّهَ شَيْئًا وَسَيَجْزِي اللَّهُ الشَّاكِرِينَ وَسَيَجْزِي اللَّهُ الشَّاكِرِينَ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在这节古兰经当中说，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如果他死去或者牺牲，难道你们就要叛教吗？谁叛道谁叛教，那么我们应该把拉回来来给他拉回谁啊，谁叛教他无害于安拉丝毫。我在耶稣的拉回下去的安拉斯帕呢，他来将仇报那些感恩的人们，什么感恩的人们呢，就感谢安拉斯帕呢，他来赐予了自己伊斯兰信仰，感谢安拉斯帕呢，他来认识了安拉的使者，认识了安拉的使者的颂文，那么这些感恩的人们安拉将善报他们。那么这是第二点，忠于安拉的使者，算到拉了算了。第三方面，对安拉的使者，算到拉了算了的忠诚，表现在或者说，同样也跟古兰经相辅相成。那么如果能知道忠于安拉的使者，算到拉了算了如此的重要，安拉的使者，算到的顺呢如此的优越和尊贵，那么我们更应该明白。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颂呢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要在哪些方面遵循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颂的颂呢，那么也同样也是三方面。所以说首先遵循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颂呢，第一给了阿古爱并提报颂呢给了阿古爱，在言辞言谈当中遵循安拉的使者的颂呢，你的言谈你的谈话，你的谈吐应该反照或者说遵循安拉使者算拉拉的谈吐的方式与人们谈话。第二，安林提巴尔顺呢就是阿法尔，遵循顺呢在你的举止当中行为表现当中，就你如何做事，你如何行动，你如何做功修等等的行为当中。第三点，安林提巴尔顺呢就是还有爱子，在你的仪表当中遵循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圣的顺呢，你的仪表神态遵循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圣的圣的顺呢，那么第三方面表现出遵循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圣的顺呢，那么真正的纪念安拉的使者不是用某一天或者某一夜或者某一个月来纪念他，真正热爱使者的人，真正纪念安拉的使者，你将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能看到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圣的教导。所以说学者们说什么样的人达到了真正的遵循圣呢，什么样的人达到了真正的遵循圣呢，学者们说这样的人可称作真正的遵循圣呢，即每当他做一些功修，他脑中都浮现出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圣的，所以这些功修的教导当他洗脚进食，他脑中浮现出安拉的使者的一则则圣训，对洗脚净的教导；当他礼拜时，他脑中浮现出安拉的使者礼拜犯模式的一则则的教导；当他与人相处时，他脑中能够浮现出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呢对人们生活处事的一则则的指导。那么这样的人可算是真正的纪念安拉的使者，真正的追随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所以说有这样一段话说，安穆斯林勒里勒也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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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安拉的使者算拉拉的圣没有活在他们心中的穆斯林，即使他们昼夜千万遍的祝福安拉的使者也无济于事。
就那些安拉的使者没有活在他们心中的穆斯林，即使他们昼夜千万遍的祝福着安拉的使者，也无济于事。那么安拉的使者那么如何活在你的心中呢？就是你对顺利的学习和遵循理解，每个人的你的人生当中时时奉献出安拉的使者那么的教导，这就是安拉的使者那么活在你的心中。但学完这几点之后，当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之后，忠于安拉的使者在今天表现的或者说最为关键的一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跟古兰经一样，而万不安顺呢，这个苏里孙拉拉的顺呢，捍卫阿拉的使者孙拉拉的顺呢。当你看到异端泛滥，当你看到罪恶蔓延，当你看到人们在违抗阿拉的使者孙拉拉的顺，当你在看到人们在篡改阿拉的使者教门的时候，你应该挺身而出，捍卫阿拉的使者孙拉拉的顺呢，向人们传达什么是顺呢，什么是教门，向人们指出教门当中的错误。所以说学者们在提醒求知的人们的时候说，在今天求学的人们真正应该抱以的动力是什么呢？就是复兴顺呢，你还要顺呢，复兴顺呢就是复兴教门，顺呢的消失就是教门的消失。那么这一点在今天表现得尤为重要，也在这一点在今天可以表现一个穆斯林如何热爱安拉的使者孙拉拉和安拉孙的，就是对安拉的使者孙拉拉和孙的热爱。这种古兰经说不能空中他还不能拉哈他特别有你还不能拉也不能空中你还不能拉我还有安拉斯巴哈拉这个说，你说的是如果你们喜爱安拉，对，如果你们喜爱安拉，那你们就追随我，安拉将喜爱你们并且饶恕你们的罪过。大家请注意，安拉这个说的是追随，那么追随跟服从有什么区别？服从安拉的使者，那么我们说如果安拉的没有安拉的使者没有命令就没有服从，然而追随远远他的等级远远高过于服从。追随安拉的使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论安拉的使者说那拉回来什么有没有要求你这样做，有没有命令你这样做，你都会对他言行俱从，你都会照着他的言行去做，这样的人才是追随安拉的使者孙拉拉和穆斯林。那么这种哈迪斯当中或者说这一点追随安拉的使者孙拉拉和穆斯林，紧接之后哈迪斯中提到了教门及忠诚的第四个忠诚，我里阿伊玛及穆斯林，对穆斯林领袖对穆斯林领导的忠诚。那么这一点首先表现在对于正义对于真理的事情，对于真善美的事情服从穆斯林领导的安排，对于正义对于真善美对于吻合古兰经信仰的事情服从穆斯林领导的安排和指导。正如阿拉的使者孙拉拉的这说，乌森昆布达古拉我森哈我托阿我因那阿布丹哈达西人，安拉的使者孙拉拉的这么说，我忠告你们，我嘱咐你们要敬畏安拉，要服从，要听从，即使一个阿比西尼亚的奴隶做你们的领袖，你们也应当服从，只要他不命令你们违抗安拉违抗使者孙拉拉的斯兰，你们都应当服从他。那么第一点，忠于穆斯林的领袖表现在对真善美对真理对正义服从这些领袖，支持他们。第二点，对穆斯林领袖的忠贞表现与他们并肩作战，一起去发扬，一起去为阿拉斯巴哈拉的教门而奋斗，而不孤立他们，忠于穆斯林领导。第二点，要求穆斯林们真正的与穆斯林领袖并肩作战，不论在艰难困苦当中都与穆斯林并肩作战。这一点是哈达拉的老阿努给我们做出真正的不灭的榜样。当时在第二次阿卜达誓约，在第二次阿卜达誓约时候，圣门弟子们跟安拉的使者孙拉拉在秘密的在深更半夜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缔结了阿卜达盟约。这个盟约的缔结奠基了铺垫了伊斯兰事业伊斯兰宣教大业的成就，
扑进了阿拉的手，说那是前往麦地那的起步。在盟约当中，沙哈德们提了这样的一段话，说阿拉的使者在你到达我们这里之后，就在你迁移往麦地那之后，我们将像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妻子儿女一样保护你。所以说圣门弟子们经常有这样的口头禅对阿拉说，比埃比安特要到苏丹拉瓦恩尼，他们经常有这样的口头禅说，主的使者啊，愿意为你牺牲我的父母，就为了你，只要能够保全你，我愿意牺牲我的父母。那么中以穆斯林领袖阿拉的使者苏丹拉瓦曾经作为沙哈们的领袖，沙哈们如此做，艾布巴克的曾经作为沙哈的们的领袖，沙哈的们如此做，欧马尔曾经作为沙哈的们，沙哈的们同样如此做。在今天穆斯林的领袖正直的公正的穆斯林